你叫他，他答应吗？还给我！现在你证明不了他是你的，就算是你的，也早归我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连你，也是我的。哎，不会是王公子送你的吧？李子墨。哟，现在敢直呼我大名了？我可告诉你，我这人出了名的胆小，你要是给我吓坏了，哎呦！哎呦